夕阳斜照在古称万安桥的洛阳桥上，古朴而壮美。洛阳桥头蔡襄的雕像巍然挺立，面目慈善，目光远眺，好像在引领我们去欣赏中国建桥史上最早的船形桥墩，去回顾古代激浪涨舟浮运架梁的跨海石桥建造技术，去领略以书法、祭文、雕刻三绝著称的宋碑万安桥记，去回味那浸透着古代惠安石匠们心血的石桥板、石扶栏、石亭、石塔，甚至引导我们去浏览100年后惠安石匠们以同样的手段建造的长达5里、有着“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赞的安平桥，以及国内仅存最完整的石砌古城崇武古城。当我们漫步在这些历史遗迹上的时候，我们更加关注的是那些石雕作品，我们试图在这些历史遗迹中寻找早期惠安石雕作品，探寻惠安石雕艺术。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是旧新石器时代，还是秦汉两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也无论是原始先民还是古代艺匠，乃至向现代化迈进的雕艺大师，雕刻石器始终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之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异彩纷呈的中国石雕艺术。这个工具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生产力的变化，这现在的这个雕刻的速度可以说是这个古人的这7-8倍甚至10倍的快。石雕艺术的主要原料有玉石、大理石、花岗岩、叶蜡石，乃至于种种材质各异的石料。石雕艺术的形制大则宫殿、桥梁、寺庙、民居、陵墓等建筑，小则用具、器皿、配饰、把玩、印章等等，形态各异，包容万象。在众多的石雕艺术流派中，北有曲阳，南有惠安的说法是石雕界共同认可。所谓曲阳，指的是河北曲阳石雕艺术；所谓惠安，指的是闽南一个小小的县城惠安的石雕艺术。惠安石雕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惠安石雕真正的发展成熟时期是明后期到清代期间，这一时期也是惠安石雕摆脱一马平川的中原北方传统特征，汲取了闽南青山秀水的几分灵气，而形成了精雕细刻、纤巧灵动的南派石雕艺术的风格，并从此走入与北派石雕艺术并驾齐驱的时期。也是这一时期开始，惠安石雕影响了中国石雕艺术的半壁江山。光绪年间，年轻的惠安石雕艺人蒋仁文
参加慈禧太后举办的全国性的工艺品竞赛，精心雕作的楼花石鼓椅、石圆桌一举成名，被誉为青石雕刻之冠。也就是从光绪年间起，惠安石匠便相继到福州、厦门、台湾，甚至到缅甸仰光、马来西亚槟城开设石店，承接国内外石雕业务。石雕作品成为驰名东南亚的民间工艺品。今天，惠安石雕企业将近1200家，从业人员10万人，年产值超70亿元，产品远销日本、欧美、东南亚以及港澳台等地区。惠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建筑之乡、石雕之乡。从泉州通往中国魅力名镇崇武古镇的公路上，长达32公里的绿化带被精心设置成露天石雕博览长廊，车窗外流动着1033件形态各异的石雕艺术品，那些僵硬的顽石被惠安人的巧手赋予了鲜活的生命，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冲击，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做匠心独运，也让人感受到石雕之都那种恢宏的王者之气。如果我们以骏马秋风塞北来比喻北派石雕的豪放壮伟特征，那么形容南派婉约精美的特色便是杏花春雨江南。南派石雕艺术这一风格特征的重要标志就体现在惠安石雕的代表作龙柱石狮身上。惠安石雕艺人们又是选择什么样的材质，经过什么样的工艺流程来创作完成这些石雕作品呢？所有的雕刻艺术都离不开选石、布形、打坯、钻洞、镂空、定型、拉蜡、修细、磨光、上蜡工序，惠安石雕也一样。惠安石雕选用的石材是由惠安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物产所决定的。惠安位于泉州湾和湄洲湾之间，背山面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全县以丘陵和台地为主，丘陵地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岩石裸露而形成石弹地形，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却对惠安石雕艺术的发展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惠安石雕多选耐腐蚀、结晶颗粒均匀、石质坚硬的花岗岩为主要原料。惠安的传统石雕工艺俗称打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捏、镂、摘、雕4道工序。惠安传统石雕工艺中的布形、打坯叫捏，一件件作品的成型取决于捏。所谓捏，就是先在石块上画出线条，然后进行初步的雕凿。惠安传统石雕工艺中的钻洞、镂空叫做镂，镂就是在坯样捏成后，根据需要把内部无用的石料挖掉。镂空石料的技术是石雕工匠的重要基本功。如一只还没有幼儿拳头大的小石狮，要在嘴里保留掉不出来的小圆球，镂掉四周石料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据宋代泉州太守林之奇记载，洛阳桥初建时就已经雕砌了惠安历史上第一只含珠石狮子，可见惠安石雕艺术楼技术的成熟之早。惠安传统石雕工艺中的定型拉蜡叫斋和雕，斋是按图形提取作品的外部多余石料，雕就是进行最后的琢剁加工，使作品定型。惠安传统石雕工艺中的修细、磨光、上蜡，统称修细。修细就是对定型后的作品精磨细研，修出光彩。有的作品最后还要用砂纸磨光，并用石蜡上一层蜡，这样能达到色彩鲜艳、光彩夺目的效果。惠安传统石雕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为作品配置坐垫。配置坐垫的目的不仅为了使产品稳固，还能起到衬托和补充的作用，使主体更加突出、丰满、醒目、完整。惠安石雕的坐垫样式繁多，主要有自然石座、莲花座、云纹座、水纹座、图案座和鳌鱼座、花墩座、雨水座等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惠安石雕艺人的劳作积累，才有了惠安传统石雕工艺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也才形成今天的集圆雕、浮雕、沉雕、碑石、线雕、影雕为一体的六大类上万个惠安石雕品种。所谓圆雕，就是立体的雕刻品，以各类人物与动物雕像为主。在惠安，以极小的单体石料，如小粒鹅卵石雕成的圆雕叫微雕，而大型的圆雕既有以单体石料雕刻而成，也有以多块石料组合雕刻而成。惠安石雕的传统题材代表作是龙柱和石狮。所谓浮雕，是半立体的雕刻品，因图像造型突出于石料表面而得名。惠安石雕中的浮雕早期依附于建筑，以花纹图案为主，如王朝墓中的花纹浮雕、闽南古建筑中镶嵌于墙面的浮雕等。所谓沉雕，则与浮雕相反，因图像造型陷入石料表面而得名。惠安的碑刻、线雕都属于沉雕。在古代，惠安石雕艺人们以沉雕的技艺，在闽南各地镌刻出了无数古代名人题词、摩崖石刻、石柱楹联，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说元代以前，惠安的圆雕、浮雕、沉雕以粗犷、古朴、醇厚、线条简洁流畅、造型凝重端庄为特点，还带有明显的中原痕迹，那么
明末清初是惠安石雕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其艺术风格转向精雕细琢、玲珑、轻巧、流利的特点。到清代，惠安石雕技艺突飞猛进，并创造出圆雕镂空法，将石头注入了艺术的灵气和生命，尤其是龙与狮的石雕，形态神韵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更有甚者，惠安石雕艺人们还将圆、浮、沉多种形式间距组合，以表现较复杂的内容。这种组合叫组合雕。组合雕，浮中有沉，沉中有浮，圆中有沉浮。最典型的就是泉州杨阿苗旧居中壁垛屋檐下的水车垛，雕琢双层车马人物，持刀操枪，神采奕奕。早期惠安石雕主要服务于宗教，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要体现在宫观寺庙的建筑设计、雕刻安装。寺内外塔、亭、柱、栏、桥的建造，以及对神佛造像的雕刻。新中国的成立大大丰富了惠安石雕的表现题材和社会内容，惠安石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惠安雕匠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大半个中国留下了一座座世纪的丰碑。这一座座世纪丰碑浓缩了惠安石雕的历史，绽放出惠安石雕的艺术风采，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新生代惠安石雕艺术大师。这尊屹立在莆田湄洲湾、高 14.35 米的妈祖像，建于1990年，是由厦门大学艺术系教授、著名雕塑家李维四设计，由惠安石雕工艺大师王文生的雕刻团队，用365块花岗石雕砌完成。在现在，雕砌这么一尊妈祖像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在1990年，王文生却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当时这个时间比较紧，所以啊，要求这个雕塑家来做一比一的模型，时间要很久，完不成任务，也就不能在这个3月23能够跟这个群众见面，所以呢，这个必须要放大。原来，在这之前，所有的石雕作品的模型都是按成品1:1的比例制作的，而这次的模型并不是等比例，而是需要雕刻师在实际的雕砌中按1:2的比例放大。放大，在外行看来，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放大中，只要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整个作品就会变形。那么，王文生又是用了什么办法来攻下这个难题的呢？当时就是采用那种坐标，或者是这个我们叫子母坐标，一个母坐标，再把它分为几个这个子坐标，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啊，再来交叉检验它的每一圈的这个形状有没有这个
跟我们记录下来的那个原稿的数字是这个一样的，如果一样那证明就没错，那如果不一样呢，证明是有错，所以这我们是用这一点来检验的，后来取得的是成功。在众多的惠安石雕艺术品种中，有一个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品种，那就是影雕。所谓影雕，顾名思义，与影像相关联。早期的影雕作品都以照片为依据，绘影描形，在磨光的石板黑面上，以尖细的工具琢出大小、深浅、疏密不同的微白点，产生黑白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细腻逼真的人物肖像，因而定名影雕。如今的影雕不仅摆脱黑白的局限向彩色发展，而且题材更加广泛，如人物肖像、风景名胜、中外建筑，甚至中国的工笔花鸟、泼墨山水、西洋的版画、日本的浮世绘等等，可谓传神写意、独具神韵、五光十色、异彩纷呈。影雕的创造及其发展历程虽然短暂，却是惠安石雕纯艺术化的标志，为石雕工艺开辟了新的道路，也因此被誉为石雕奇葩、中华一绝。提到影雕，不能不提到被闽南的石雕艺匠尊为宗师的李周。福建工艺美术界更是称他为福建青石雕技艺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李周，俗名孟载周，惠安崇武人，生活于清康熙到乾隆年间。世人传说李周曾看到天开门，并得月华仙女授予他不求人的智慧，从此获得了神害仙魂之灵，雕作生动如真。有一次他的师父雕石狮时不慎敲断舌头，眼看着这件作品即将报废时，他灵机一动，大胆地把正面值钱的传统狮头改转方向，既补救了失误，又使狮子显得喜气洋洋，表现出超逸的特色。从此李周不仅创造了南狮的风格，也声震闽南，不但以自己的作品名扬一时，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学徒，使惠安石雕在整个清代得以繁荣。尤其重要的是，当年李周利用黑白成像原理创造的真黑白雕刻石狮子眼睛的技法，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产生的影雕艺术奠定了基础。那么当年的惠安石雕艺人们又是怎样在真黑白的基础上创作出影雕作品呢？为此我们走访了当年参与研发影雕的吴水木。而且作为影雕一种独立出来的品种，它表现的东西非常细腻，它能像摄影一样的雕刻，雕刻得非常逼真，而且像国画的笔墨关系都能雕出来，这种而且能像刻，能这个像木刻都能表现出来，它是比较丰富的，表现力也比较强的。这幅放在展厅正中间的齐白石影雕作品是吴水木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作品中的齐白石双眼闪烁着慈祥而又洒脱的目光，从他的眼神里我们读懂了这位世界书画界泰斗一生与笔墨纸砚的情结。
在展厅里，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种石雕，每幅石雕作品都是根据石头的造型进行创作，具有意境美。吴水木告诉我们，这叫碎石雕。经过十来年呢，我们当时在惠安石雕厂又是对外开放的一种窗口吧，一个单位嘛。那当时很多台湾啊，台湾跟我们大陆的交往还是比较紧密的，但是有的移民来了，政府部门又把他带到我们工厂去参观，还有一些外商、一些客户、一些我们华侨，他看到我们打完的这个翠石，都要捡一些带回去，好像我们讲的故乡石嘛，故乡的泥巴吧。现在吴水木又把碎石雕和影雕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新的艺术品石窟影雕。石窟影雕工于结构，巧于雕刻，利用天然石的残缺美加以艺术处理，使其着中见细，技艺悠远。如果纯粹一个作品最难的主要还是构思，难的从工艺雕刻方面最难的是人物的刻画。人物的刻画这是属于技艺的问题，那构思是说艺术家的头脑问题，他的灵活感，对事物的观察，对整个社会的趋向啊的兴趣。好像现在有的流行音乐了，有的这保留的传统音乐了，但这里面当然各有它的市场了。但现在现代，特别现代生活走到另外一端来讲，你这个你所做的作品要为哪一些人服务，能吸引哪一些人。当然有的好的作品它能雅俗共赏，它不是单单一部分认可，就整个都感到好就是好。在惠安，一批又一批石雕艺术大师赋予这些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头以鲜活的生命。对于惠安来说，石头就是小城的灵魂。一座座石雕作品浓缩着惠安石雕的历史，融入到这片蔚蓝的海洋，带给我们无限遐想。